上个星期五1月5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宣布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期待已久的软着陆。彭博新闻说，高通胀得到抑制，但是没有严重损害劳动力市场，这是历史上不寻常的事件。而就在同一天呢，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显示，12月份的就业人数超过了11月的17.3万人，失业率维持在3.7%不变，这是失业率连续第23个月保持在4%以下。而且呢，美国过去一年的平均时薪增长超过了通货膨胀率，有分析称，这让美国人有更多的钱可以花费，而消费者呢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那么经济持续红火，美国到底放了什么招呢？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加州州政府首席研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廖博士哈，就是说美国经济软着陆它到底有哪些标志？那么同时呢，也有网友提出问题，说这个经济为什么要着陆呢？着陆是不是意味着它就缓慢下来，这并不利呢？廖博士。是的，所谓的软着陆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过去2-3年看到这个很高的这个通膨率啊，通胀率，其实在通胀，如果说通胀率不降下来的话，那通胀率会慢慢吃掉我们这个所劳动的果实，就是包括工资啊，包括生产力啊等等的，所以这个物价必须要这么快的飞涨的速度必须要把它降下来。那所谓的软着陆就是在一个透过一个货币环境紧缩的一个情况下，经济如果说没有出现衰退的情况，那不管是劳动市场、投资市场、这个消费市场等等的都没有出现衰退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所谓的软着陆。那我们看到过去3年面对通货膨胀，美国联准会从2021年3月开始快速升息，在短短不到2年内把基准利率从0%涨到5.25%，这个是过去50年来最快的这个升息的速度。那我们看到美国的所有的东西也都是水涨船高，所有的这个房贷、车贷、信用卡利息等等的，那30年的这个房贷曾经一度高到将近8%，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个投资市场很不利的。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会让整个市场这个银根紧缩，那企业和民众的消费减少，那企业会裁员，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这个触发经济衰退。那透过这样操作就会把这个通膨降温。但是我们很有趣的就是并没有看到这个美国大规模的裁员。虽然我们看到通膨慢慢的降温，但是就像刚才主持人一开始说的，2023年全年的非农就业工作增加了270万个，那每个月平均是差不多有23万个工作，那失业率可以维持在很低的3.7%，表示企业并没有因为高利率而裁员，员工有工作，员工有工作就有钱啊，有钱就继续消费和支出，而且继续支撑整个经济，而且随着通膨慢慢降温，员工所收到的薪水，他们就是成长率是高过这个通膨率的话，表示他们的购买力还是继续的这个推升经济，这个也可以说是美国经济的奇迹。那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认为这个耶伦他说美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我认为是有一点点言之过早，因为通常我们一般的经济的这个经济学家认为这个软着陆是要达到联准会他们所设定的目标，也就是通膨的这个年增率达到2%，目前是11月的数据是3.2%，不过已经往软着陆的方向在前进了，所以我认为要达到最终的目标2%，我才会称这个是一场胜利。嗯，好，谢谢您。李先生，刚才呢，廖先生说到这次目前看到这个软着陆这个态势呢，已经是一个奇迹哈。那么，《华尔街日报》呢，此前也说了，他说美国经济要软着陆，实现起来很困难。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么，您认为美国这次的朝着这个一个软着陆这个趋势走下去呢？这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的引领，还有呢，就是这个市场和经济本身天时地利呢，分别都有多大的作用呢？李先生，确实啊，刚才那个廖博士讲的非常清楚了，讲到这个软着陆到底什么是软着陆的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啊，是因为这个如果经济现在呢叫做整体呢，它是通货膨胀的这种状态，通胀率非常的高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就使得呢普通民众和这个生意人啊，这些企业主们呢，他都会对这个美国的经济呢会产生动摇这种状态。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结果呢是美国政府呢，我觉得他们采取了呢是非常主动积极的这种做法，这个效果呢而且确实是很好，像这个联邦储备银行连续加息，而且加息的力度非常大，
刚才这个廖博士已经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实际上联储的加息呢，实际上在历史上没有过这么强的，所以呢，它呢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硬的要控制通货膨胀的这种信号，这是政府呢会不断的加大这个力度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呢，它把一些这个成本相对低、效益相对低的成本相对高、效益相对低的这种企业，这个基本上的这种泡沫啊打得差不多了。在不断的打着泡沫的，而这个整个的经济呢，倒反而呢是越来越健康了。这个呢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哎，同时呢，我觉得财政部啊在处理一些危机的时候啊，行动呢非常果断。这个呢确实我不喜欢这个耶伦，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呢确实要给他加分，因为呢在比如在处理这个硅谷银行啊、签名银行啊倒闭案上，反应均非常的迅速，两天。做出大的决定，然后呢开始跟进，所以呢很快呢就使得啊这种可能会蔓延的这种紧张的这种情绪迅速的就把它呢控制住了。这不像中国，你比如像这个河南的这个农商行啊，现在呢两年了都处理不了这些问题，400亿，对吧？政府不出来说，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我刚刚宇宙你提到呢，说这个呢是它政策部分啊和政府的这种操作部分，确实呢应该说呢路数呢我的感觉啊整体来说是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天时，俄乌战争啊促成了北约和欧洲的整体的团结，哎，他们一团结在一起，为了打赢这个俄乌战争啊，那现在呢大家都对美国呢产生了极大的依赖，那增加了需求，对美国国内经济啊实际上是一个利好，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好状态。另外一个是中国对中国的这个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哎，就使得亚洲、中东、南美、北美当然主加拿大和墨西哥，哎，大家都开始在拥抱美国，哎，这包括呢制造业呢大量的回流，这些呢应该说真的是这个叫做天时地利都是对。美国呢是目前呢有好处的，所以呢现在呢应该说中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啊，这个实现它现在的经济目标呢，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嗯，好，谢谢廖先生。那么谢谢李先生哈，廖博士呢就说高通胀被抑制，但是呢没有严重的损害劳动力市场的美国是怎么样做到的呢？这个的确是蛮不容易的，刚才李先生已经讲到很多了。那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述说的，这个资金成本垫高的时候，当联储会升息的时候，资金成本垫高，那些资金成本敏感的产业照理说会首先会缩减规模，那民众也会减少支出，因为房贷、车贷、信用卡贷都变贵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经济萎缩。我认为其实高通膨被抑制而且没有影响劳动市场有几个主要的原因，我这个有四个原因。首先是我认为这个疫情中间这个财政补助，在疫情中间从川普到拜登政府有多次的这个财政补贴帮助民众渡过难关，不只是民众拿到现金啊，中小企业拿到补助，让这个一时失去工作的民众或是没有顾客的企业得以渡过难关。那时候中小企业的这个补助项目之一就是这个PPP， 这个就是 Paycheck Protection Plan， 就是要求这些企业继续发薪水给员工，即使你没有开门你还是不要解雇他们。所以这一连串的财政补助帮助了劳动市场，让劳动市场没有出现崩坏。那再来就是疫情中间的这个缺工的情况，在疫情中间很多工作出现职缺，就没有人来工作的一个情况。那在工作中间每一个工作人有两个工作在等着，这是2:1的一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但是目前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不过已经降到1.4:1了，也就是每一个在找工作人有1.4个工作在等着他。这个表示说是还是一个紧绷的一个劳动市场，所以。劳动市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失业潮也是有它的原因。那再来就是通胀虽然让民众感到不满，但是并没有降低他们的消费，因为民众的薪水跟着上涨。那十二月份的劳动数据显示工资的年增率是4.1%，那高于通膨大概3%左右的水准，所以说购买力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最后就是我认为是供应链的恢复，在疫情中间通胀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全球供应链的混乱造成海陆空运输大塞车，价格飙涨。那这些这个问题呢，这些危机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就慢慢消除了，所以我想
通胀也慢慢降温，所以说是这个是一个这个政府的政策，还有这个其实像刚才李先生说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各样的一个情况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嗯，好，谢谢廖博士。那么李先生，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就是美国的这个失业率呢，最近一直维持在4%以下哈。那么能够这样维持这个就业的健康的这个制造业的回流，是不是起到了这个一些非常大的作用呢？是的确如此。因为在过去啊，这个应该二三十年以来啊，这个美国的经济啊逐渐在空心化。美国那个时候呢一直在就是自诩啊，说我现在呢我经济发展呢都是在高端化的，比如像硅谷的高科技的发展。然后呢这个华尔街的这个投资的部分的资本的这个盈利啊，这个利率盈利率呢是非常之高。哎，大家都赚得钵满盆满。结果呢就使得制造业呢倒反而都转出去了。大家都说呢我们是在高端去引领经济的发展，但是呢却没有重视呢它的基础的这种发生这个运作。结果呢这个制造业出去了以后，结果在这个疫情当中啊最后呢显现出来了。那就刚才这个廖博士谈到的，对吧，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最后呢这个产品呢运不进来，然后呢想要的产品呢又买不到。结果呢就使得呢通货膨胀呢在不断的增加，大家呢市场产生了恐慌，曾经一度啊，但是很快呢最后美国政府呢意识到这个，而且呢是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在做，从川普在2018年发动这个贸易战以后，其实已经开始呢那个时候在强调叫制造业的回归。而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制造业回归这个号召啊已经做了5年，而这5年呢实质性的哈有大量的产业呢从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呢逐渐呢现在吸收回来了，回到了美国。那这个呢就是无疑呢就是给大量的这个蓝领工人啊这个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呢这个发展呢也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的制造业呢不仅是在基础制造业现在有不少回归啊，其实更多的还是高端的制造业。而像一些基础呢还是要采购，只是把采购链供应链呢现在多元化了。所以呢应该说整体来说这个发展方向呢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我看呢在未来会对美国的经济发展的未来呢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造业的基础。嗯哼，好，谢谢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则网友的评论啊。那么他是对美国的经济模式呢提出批评。这位网友他的名字叫 Sun Mayday 一，他说呢放了什么招？借钱印钞，全球不去美元化，只能成为美国的韭菜。好，廖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美国的经济向好呢，白宫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啊，喜上眉梢。那么白宫呢，也在他的网页发表了报道，他谈到呢，人们年初预期过这个2023年进入衰退的可能性是很高，甚至是100%。那么白宫的这篇报道说呢，去年经济出乎意料强劲呢，是有10大原因。那么您对此有什么评论？是在白宫网页，这个肯定是要大书特书啊。那我想这个里面有几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他提到这个制造业的投资达到历史新高，其实我这个就像刚才李先生所说的，这个跟中美贸易战持续，还有整个美国内部的这个内需强劲有关，然后还有再将这些制造业回流就像鲑鱼回流一样，那这个都是有关系的。那另外就是说他们有提到说通膨降温这个是一部分归因于供应链的恢复，疫情中间的通胀其实很大部分就是跟这个供应链上方的这个断裂有关。那这个混乱呢，到目前为止就是是在这个通胀里面占了80%以上。那所以说事实上目前主要的这个供应链都已经恢复了，所以说这个也是看到这个通膨就慢慢降下来了。那他里面也提到这个实质薪资的增长，这个我们刚才有聊到。然后最后就讲到说居家上班的可能性也让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女性还有一些比较这个边缘的族群加入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女性的这个壮年女性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创下自1948年最高的记录，过去8个月内每个月都超过2000年4月创下了77.3%的高点，就表示说这个其实疫情之后其实有许多的这个结构性的改变，包括工作形态的改变，这些其实对于美国整体来讲都是一个好的方向的发展。好，谢谢廖博士。那李先生，就是说今年呢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那我们知道这民主体制这个政府呢是过几年得颠覆一次哈，
好，那么政治因素呢，在今年的美国经济中会有哪一些影响呢？李先生，目前看呢，应该说影响不大。嗯哼，现在呢，应该说呢，从川普进就是开展了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以后哈，应该说呢，现在的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战略呢，应该说是两党都是基本上是接近的，而国内的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动态啊，业态呢，各方面都是稳定的。目前来说呢，这个批评政府的因素呢很多，但是呢，美国政府呢，民主政府嘛，它就是在批评当中不断的长大的，而两边呢在不断的修正，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嘛，不断的修正。所以我想啊，到目前来说，没有看到说川普总统呢会拿出什么更多的新招，然后推翻这个目前的这些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种状态。所以呢，目前没有。但是呢，这个今后呢，说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小的这种幅度的这种小幅度的这种修正啊，会不断的。但是呢，应该说政治因素，即使在大选年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嗯哼，好的，谢谢李先生。廖博士，就是说国际会计网络 RSM， 也就是荣成会计师事务所，它的这个刊物叫《真实经济》（Real Economy）。他说呢，他们的经济学家是预计，随着通胀回落至更容易忍受的2.5%到3%的范围，来自财政和货币方面政策的顺风，将为未来几年强劲的生产率和增长奠定基础。这个当然也是包括2024年。那么您对这个预测，是否同意呢？为什么？是的，我同意啊。我认为展望2024年，虽然风险还是存在，但普遍而言，我认为世界经济应该是维持美国强，然后全世界温和的一个状态。那联准会在去年最后一次的利率会议，在12月利率会议提出2024年的展望。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预测里面呢，会预期降息3到4嘛。那目前的一般普遍的预期是认为可能是在暑假之后，那会开等到这个通胀率降到2%，达到他们的政策目标之后，就会开始降息。那我们看到随着通胀受到控制，然后降息会进一步的刺激经济。那我们看到这个在疫情中间，美国企业也是很多结构性的改变，很多自动化的投资，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不管是超商或是这个速食店，很多这个都是有自动柜员，这个人力的要求也慢慢减少了，让原本劳力密集的产业或是服务业都精简了很多，这也可以让未来的发展更加稳健。所以我认为目前的看法是，美国在上半年是维持温和成长，那下半年应该会稍微再增速一点。当然，我想这个风险一定还是会存在，这个上行风险可能包括就是地缘政治，还有美国政党的一些僵持或是摩擦，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风险。那不过总体的来讲的话，美国应该还是一个美国维持一个美国比较强劲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展望。嗯，好，谢谢廖博士。李先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谈到美国经济的，我们吹的顺风是比较多的哈。那么就您来看呢，在可视的范围之内，就今年2024年。那么美国经济呢，就刚才廖博士也谈到有一些这个变数哈。那么您看呢，还会受到哪些消极因素的影响？那么美国政府可以怎么做呢？我同意刚才廖博士的基本的判断哈，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风险。重要的呢还是全球安全的问题，巴以战争、俄乌战争、这个中国南海战争、台海，还有呢北韩。如果这些点啊，如果失控了的话，可能会改变整个的美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个的轨迹。尤其是这两天呢，这个俄乌战争呢又开始出现了这个焦灼，然后开始有一些反弹。另外呢，南中国海这个中国呢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冲突，可能会引爆美军在南中国海和解放军的对抗。所以呢，这些呢，就是一旦擦枪走火啊，那可能就原来我们预期的所有的都是在和平的状态的，那这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大选呢带来的一个政策性的变化。刚才我们说呢，可能政策性呢，因为是民主国家嘛，它更多呢都是文官政府、文人政府，所以呢，这个变化呢不会太大。即使总统讲出了不同的这个意见，但是有一点哈，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啊。这个那就是川普如果上台了以后，这个欧洲的盟友可能会害怕。所以呢，这一点呢，因为他最近创嘛，他又讲出了一些这个我认为是危言耸听的话哈、啊，为了当选，所以呢，这个可能会盟友会害怕，这个呢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目前来看，
地缘政治啊这个危机呢，应该说对美国有利，在整体来说呢，是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结盟的这种状态、意识形态这些问题上，应该说对整个美国的这个发展有利，对经济当然也是更有利。所以我普遍我的一个总体的看法呢，还是跟廖博士呢，我们两个在同文层里哈、啊，都是说的都是认为的这个正面的比较多。嗯，比较乐观哈。最后呢，廖博士，您大概有30秒，就是你怎么看刚才观众批评的这个借钱和印钞，这个美国这个做法？30秒。廖博士，能听到吗？哦，李先生，能听到吗？这是一个阴谋论的一个论点，就是认为呢，最后美国呢在洗劫世界。实际上呢，如果要是没有美元了以后，最后大家拿什么做交易呢？嗯哼，对吧？还是拿黄金吗？大家背着黄金走吗？所以呢，最后呢，这个交易这个是历史形成的，而且美元从它的经济的稳定性这个看呢，实际上呢，它正是因为它从来不会像那些阴谋论者认为自己去印钞票来解决问题。好的，所以才会坚挺。好，谢谢您。时间关系，今天的第二话题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经济持续红火，美国放了什么招？那么今天时事大谈节目呢，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和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